哈哈哈哈哈！你现在想学哪一句越南话？我会教你一下。我喜欢你。我在越南，然后我跟你的话是要分年龄，分什么什么？你想说我喜欢你还是你？我对女孩子说我喜欢你。哦，我是安。安。安特，不是安安，就是吃了。安安安安，特 M M， 对 M 安特 M。你的那个 camera， 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女。哦，我的 camera 说，安特 M， 不对，第一个词安安安。Tick M I'm Tick M 不是 I'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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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ck M